是不是什么新的款时间一关政府团队在台北时间八月二十号阴暗在法国巴黎夏季的博物馆德兰尽管的引导之下进入塞纳河边的土卡来了解到夏季的系统的历史还有现代运作的机制刚一关目前有台北破主和民雄三座物质夏季的系统等待积极建立台湾接工率其中台北管理地区的接工率达到100%也已经超过到都会哭的标准。馆长王章良就指出，目前该馆有水处理厂每一天的总处理量是大约27,900 CMD，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8.98%，接管率是持续扩增当中。馆府规划在该馆扩大管理污水厂，兴建再生水厂。供应6,500 CMD 的再生水，舒缓水资源开发压力，确保民众用水需求，还佮稳定产业经济。刚才不知道。该馆当日大步迈向农工科技大馆，尤其台积电还佮华泰奥莱将要进驻。管治特区周边，管治特区污水下水道已经建设完成，处理量会使达到60,000的计划人口，接管率是100%，嘛是有充裕的能量会使应用未来增加的人口。在巴黎下水道系统的运作经验，积极改观借鉴，透过参访啊，佮合适巴黎的污水处理。雨水管理，还有下水道维护交管理经验，有助地提升该馆的城市环境品质。最新新闻整理，向该馆采访报道。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听说你想来嘉义县找工作，真是太棒了！我来告诉你，怎么样顺利找到工作。首先可以上网搜寻嘉义县产业线上征才专区，在这专区里，你可以找到来自各行各业的最新职缺，无论是新鲜人还是职场精英，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在网站中有嘉义县地区全部的职缺，可以依照想要的工作地点找寻适合的职缺。如果想找寻薪资40,000元以上的职缺，可以点选精选职缺，帮你重点整理高薪工作。也可以依照想要工作的工业区地点做选择。如果想要找特定产业类别、职务类别，也可以善用搜寻功能，或者是使用关键字查询的功能。不管是在职缺名称、地点、工作内容出现的关键字，都可以搜寻得到哦。专业职缺类型多元，会诊嘉义县即时职缺资讯，提供求职者更便利的求职管道，也快速连接企业与求职者需求。还有最新消息，发布关于嘉义县求职相关第一手活动讯息。除此之外，专区为服务嘉义地区求职者，还提供免费线上履历见诊及面试咨询的服务。只要你有需求，都可以线上报名，将有专人联系，并有专业顾问协助修改履历与面试技巧指导，帮助你增加职场竞争力，成为职场精英。无论你是职场新人还是资深专业人士，在这里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工作机会。嘉义县充满机会与活力，是台湾新兴发展区域，而且嘉义人非常有人情味，我们欢迎大家来嘉义县寻找机会。嘉义县产业线上征才专区将为大家提供许多就业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创造嘉义美好的未来。